开饭了，那今天吃点啥啊？早上我给你烤了点大面包，香不？配口香肠呢？这里面还给你放点草莓酱，你不最爱吃草莓酱吗？是吧？看，全草莓酱。昨天大老板呢，又给你们看庄园去了，看了好几个呀，开一天车呀，也没给你们找到合适的地方。哎，不许抢，坐。要不买卖，下回你跟着他去看看呢，你给把把关呢。毕竟以后是你们搁那住，对吧？你这啥吃法呀？还得迈着泰森步呢。哎呀，全是酱，早上烤完我都没舍得吃，先给你拿来了。这弹球，弹球，来，来，笨蛋，玩玩吧，玩玩吧。啊，今天干净。